贴在是最残忍的烟水。不小心耶，天哪，不要出门。我还好，因为很害怕，很害怕。我只有在家里面。舒华直播关心台风预，不要出门，你都会在台防灾很害怕。伸展的时候呢，所有都会被。凯米台风之前横扫台湾，记者都不敌强风残摔。爱豆台湾成员舒华特别利用练习实况档开直播关心灾情。还好吗？大家都还好吗？最近台风淹水，要小心耶！天哪，不要出门，不要出门。天灾，天灾是最残忍的。舒华还在手机快没电的情况下，全力满足粉丝期待，跳韩国超夯迷音汉江的猫。公公，完了，那汉江猫咪，公公，哎、欸，뭐야？걸어붙은한강뒤로고양이가걸어다닙니다。忘记了，算了，你们不要把这外传。好了，不要逞强，不要逞强。好，抢票的秘诀。其实我人生中我没有抢过票，好像没有，这个我不知道。而目前定居台湾的韩国啦啦队女神李多惠，昨晚开直播时也被粉丝关心。对，两天还好吗？我还好。我因为没去外面，因为很害怕，很害怕。我只有在家里面，因为我看起来外面很大风，很害怕。台北明天要上班上课，对，我也上班。多惠报完平安后，接着聊到台湾人讲电话的习惯。我看过，看了我的朋友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不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太快了，但是重要的部分是太快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对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听不懂。